那儿有个手擀面是我经常光顾的，他家炒面嘎嘎正宗，但是咱今天不吃它啊，吃羊汤。这羊汤去年我也吃过啊，确实，给的量大，完了味道还可以，它特别他家烧饼，就叫呼市羊汤，不知道营不营业。羊杂汤，应该是羊杂汤。呀，大羊腿，小羊腿。我这来的早啊，上回来它没有地方，这里面还有小屋。来了啊，羊汤来了。两个椒盐一个肉，大哥。对，两个椒盐一个肉。这碗是13啊，同志们。怎么样？嘎嘎地儿，来点辣椒油。椒盐饼1块钱一个，这是牛肉饼，这是椒盐饼，牛肉饼3块。还有这牛肉。哎，那么抹眼泪呢，还一笔一划写老认真了，写错一点儿不行，擦了就不行。晚上给我大姐来电话，一下打线儿了。干嘛呢？给她学习呢，说她带女弟儿搁那玩呢，她撂了电话，我就说。椒盐的。有点花椒面味儿，有点咸盐咸淡。这碗喝下去，一般人受不了啊，太苦了，干呕。羊血，羊头肉，没有肺的啊，肚，这是肉，羊头肉应该是，那是羊头皮，舌头，看你们舌头，这是羊舌，饼太鲜乎了，刚才掉一块大馅儿。牛肉饼比这个羊杂赚的是椒盐要好。沈阳大部分羊杂都是10块钱左右，但是里面有的给的也是多，给的多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里面肺的和奶盒的是最多的，别的东西很少。去年是12点以后来的，那儿的乌泱乌泱的。这东西都给我砸坏了。这赶上本溪那小锅，30多块钱的小锅，冬天。还有免费的加汤。那个，我出家。好啊。
应该吃这玩意儿，但没招，馋的实在不行。不管那三七二十一了，干就完了。光盘还剩点什么？肉末，留味。怎么样，哥几个？行不行？这块儿行不？哥们儿靠谱不？啊，他家。哎妈，撑着我，不行了，赶快喝点水吧。值得推荐哦，牛肉饼3块钱那个非常好吃。来了，少放胡椒粉的，这家整的我。啊，行，中午咱就到这了呗，哥们儿，拜拜。